在这边是崇德区港整个从崇德隧道两个隧道哈，还有个清水园，这些沿路呢这个太鲁阁的中间呢有走山，那甚至于就是整个在挖土，我们也期盼这所有的能量都能够回归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正是为此所有的能量，谢谢你们所有的真修实练的这些山中的大菩萨们，谢谢你们守护着风爱仙岛，我们为此能量正式皈依交托阿弥陀佛，起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皈依佛两就真归法离真归身中的真归佛离开地狱道归法离开恶鬼道归身离开畜生旁生道归佛尽归法尽归身尽归佛归法归身归佛两就真归法离真归身中的真归佛离开地狱道归法离开恶鬼道归身离开畜生旁生道归佛尽归法尽归身尽归佛归法归身归佛两就真归法离真归身归佛离开地狱道归法离开恶鬼道应该出张方知道归佛净归法净归神净一切归白净，我们将以上所有的清净功德回归西方极乐世界放光起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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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次能够创造实相世界，我们一路上呢透过接下来去的功德能够会像在此呢从花莲要经过要到宜兰中间的这个路段，我们也期盼阿弥陀佛亲自来应行，我们为此能量圆满扣中背后的万幸万灵即使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片无上正能正觉得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即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 DNA RNA 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为中子为质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众愿持念愿粉身水骨在手不行法身遍满虚空承担一切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感恩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呢从1:58等到现在5点就会通行了哈，感恩一切都要来荣耀阿弥陀佛，让我们能够在此呢真正的静下来，能够在此融入让西方极乐世界在人间彰显，我们有肉体我们尽心尽力的每一句阿弥陀佛都能够像81劫赚取81功德，感恩阿弥陀佛。